亚嘞，啥子？各位乡亲，应该大家真欢喜啦！恭喜大家，咱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来遮授训，第一步已经完成，恭喜大家！咱即马要来请问大家，咱伫遮授训足艰苦，现在要请问讲，大家有信心无？有信心无？过来，有信心无？足感谢。我国家咱秘书长头拄啊讲过话，甲综合起来，来，咱创一个迄个 PowerPoint 吼，来复习一下，大家爱了解。这最重要的，咱就是2,228去控告美国政府2006年去控告2009年的判决华盛顿 DC 的那个法院呐。隆重把它归纳到高等法院啦，这五点，这五点内底，应该大家足清楚啦，是毋是？大家有清楚无？有。安尼，我就免阁解释啊，吼、哦！因为是安怎上重要。因为这三点应该我免讲，这就是讲法院啦要求啊，这个要做这个要做国务院应该讲行政单位啦，要依法正确行事，叫行政单位爱依法正确行事。正确行事是啥物？就是讲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有安尼做无？有，大家无啥清楚啦。美国有关单位，甲咱这个单位邀请叫讲恁来华盛顿 DC 来设啥物？设办事处啦，办事处甲现在，咱所有出去外口拢有这个华盛顿 DC 的主持，这敢假？是毋是假啊？有诶讲，恁这款乌白印诶咧，拜托敲电话去看卖咧。大家会使敲电话去华盛顿 DC， 这是啥物？都是证明美国有关单位已经成立咱台湾民政府啦，伊阁替咱这个咱会要做这个。在世纪大饭店啦、办酒会，这就是啥证据啦？2010年9月7日，佫内底足重要，足重要，
咱阁看上这两张啦，大家来看这两张照片，大家感受安怎？第一张，大家应该足清楚，这就是美国总统咧宣誓的事啦。证明讲，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美军占领。无啊，即马咱秘书长讲美军占领，啊，一挂人讲啊，但美军也无看到啊，啊，就是这个占领啦。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哦，啊，佫出难题呢。讲啊，无恁这两张吼，交诶，互咱秘书长啊，林志祥博士啦，伊就了解啦。啊，真正无啥啥。啊，但我佫两只天鹅咧呢。哦，啊，这个咱一个看讲，我啊，这内底是虾米人？啊，日本皇宫啊，住的是什么？天皇住伫遐嘛。啊，咱迄阵啊想讲，咱来办一个世界大会，咱来甲做咱啊林口体育场，咱计划要办一个世界大会，大家足认真啊。邀请世界所有的有关咱本土台湾人来参加，已经计划咧进行。美国啊，讲甲咱讲，卖啦卖啦，恁爱来这个所在啦。安尼是毋是美国咧甲咱斗相共？啊无？这张相片，敢会讲要予咱挂水的？所以，咱爱真足清楚。若无美国来甲咱斗三工，也无可能咱现在进度遐紧。啊，即马美国甲咱讲。恁莫办世界大会，恁来办啊！去日本去拜靖国啊神社吼、哦！啊，咱甲日本通知，日本有关单位讲，看到批，咱讲一百个要去啦，伊甲咱回批讲安怎？恁会拍唔对无？会拍加一个零无？咱讲一百个啊！伊讲恁会加一个零无？李登辉来只三五个啊！啊，咱有啊，李登辉啊，这个党的来那是几个啊？恁十个就足济了呢！啊，恁会拍唔对加一个零无？啊，讲。来批安尼，甲咱讲，咱秘秘书长讲，唔是哦，阮要150个哦，啊恁大家爱拍扑下面，足甘心啦，足甘心，真正大家拢咧写历史。咱家即回，咱要去印度同款，客满啊啦，上万。你都袂赴啊，所以大家爱把握啦吼，把握这个时间。刷来200个，说不定佫报名他250个，吼、哦，大家爱把握这个时间，到时你煞对袂着阵。哦，过来，咱过来看，这就是咱去，这拢是政治啦。有个人讲啊，恁个。无啊，无影无一只，啊，实际上，这是拢啥？证据。
吼、哦、啊，大家咧写历史，啊，安尼甲算算诶，有150个无？啊，你有伫遐无？所以你对无着阵啦吼，啊，把握吼，第二次你着爱对有着阵。你阿伯啊，甲恁孙讲，恁阿公坐伫遐呢。啊，伊讲，甲有影无影呢？啊，毋着照片摕互看卖。啊，实际上，这就是证据。咱民政府讲出的话，拢是正确的，啊，也是拢有证据的，唔惊人去杜康，也是甲人抹黑。实际上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大家我足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吼、哦。这是爱破天荒，安那叫做破天荒？日本开国到今嘛，无人讲啊，咱台湾这个台湾旗啊，这个有法度压入去皇宫啦。这就是什么？咱第二天。在咱要转来，在机场，讲咱来骗看卖咧，看倒一个报社有甲咱顶出来。我看到讲，哎、欸，日本话咧伪造啊，新闻伪造啦，甲咱个要做啥？咱这个旗啊，拢甲你擦倒红个啦，这拢甲你擦红个啦。这也擦红的，这也擦红的啦，这也擦红的，这也擦红的，这也擦红的啦。哎，足奇怪啊！咱这个流氓政府，拢无声啦。哎，啊，咱李登辉总统转来，大家伫机场拍啊呢，咱。150个转来，咱惦试试啦。我咧想讲，看有啊，有足侪人来伫啊咧乱场无？拢无啦。哎，咱足奇怪咧。这都咱会伫想讲啥物？因伫法律上根本就无法度站得住脚啦。安那？啊，咱去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去个台，堂堂正正，拢行正路啊，拢啊，依照这个规定，因唔敢出来跟咱辩啦，啊，我唔敢出来跟咱反对啦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噶只嘛，咁有来超过，安尼大家有相信无？报纸阁刊噶呢？人讲什么？咱是诈骗集团啦！啊，诈骗集团阁咧刊报纸，所以大家爱了解，吼。自安尼了后，日本的政界大地动啊！安怎讲？日本的政界大地动，咱当时，咱是啊，伊这个啊，1月24，咱啊，山谷啊，埃里克。他是参议员，伊就提出来执行啊，执行这个啊，首相啊，这个吼啊，这个叫做野田首相，讲台湾地位的问题啦，
因为我迄阵啊，有去拜访伊，入去伊个办公厅，去甲因讲，啊，我的身份证，咱台湾身份证，我叫因迄个秘书讲，你摕 copy 正面、倒面甲 copy 留伫遐啦。给他们做参考啦，咱台湾民政府，美国跟咱讲，咱发行台湾啊身份证，我要给他们知啊，这是事实。他们才讲啊，恁都在发台湾身份证啊，啊到底甲这个啊首相讲？啊，恁唔才知影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无日本战争失败了后，大家那碰到啊土地问题，因无了解，未啊应用到啊，这个国际法甲战争法拢唔知影，塌壳咧咧啦，拢塌壳咧咧，迄阵啊，因拢唔知影啦。啊，所以主人去啊拜靖国神社，加啊亲啊来祝贺这个天皇的生日以后啊，就是在发家啦，吼、哦，底下在发家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原早因的作风啊，从来因。以前对他们的领土都不敢提出来，慢慢地他们在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，他们设立一个叫做特别小组委员会啦，北方四岛和德岛都创一个、委员会啊，我们那时候在东京有拜会因的参议员、众议员，咱也甲讲，是因为伊是日本政府，所以咱有甲讲，讲台湾是天皇的啊，应当伫这个天皇啊迄、那个所在，我爱设一个台湾，这个叫做。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台湾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咱实际上咱我有甲因讲，啊，因话真清楚，所以因迄阵啊，才慢慢啊咧恢复因的家己的精神啦、啊，家己的做日本慢慢啊，他卡才需要咧抬头啦，啊，抬头啦、啊，就是讲啊，咱过来。这个叫做啊，四月十六的时啦，啊，大家了解啊，东京啊，都市啊，那么这个啊，这个石原啊，那个胜太郎吼、哦，伊去予国防部啊的邀请啦，伊迄阵啊咧试水温啦，试看卖，我来，伊已经清楚啦。去美国伊了后已经清楚啊，伊讲安那，伊讲要买啥，讲要买钓鱼台一个南岛遐啊个北岛遐，伊想买买遐啦，遐讲要用啥，因讲那因日本政府啊无咧处理因要编预算啦来买啦，即。这就是咧，把日本的人慢慢啊咧叫起，啊，咱啊去了后，隆重前啊头啊尾，隆重去三抓日本啦，啊，这拢是咧叫起啊日本人，啊，尤其是咱总理啊，哇，足会伫把握这个时间。
讲叫咱来介绍一下总理就上台去哩发表意见，大家伫下骹的人讲话蛮塞蛮塞蛮塞啦。哦，迄、那个和日本所有的遐个人民啊，慢慢啊，搁较觉醒。所以这啦，一步一步吼，咱啊会去了解。日本因从来啊，唔敢遐大胆去甲虾米人呛声啊！四十个联合中国啊，呛声啦！这应该是我第一摆。伊咱去甲中国呛声，原早因个人民讲台湾是中国个啊，因个思想拢，因即马知影讲，台湾毋是中国个，台湾甲中国一点啊关联拢无，田无沟，水无流啦，一点啊关系拢无啦，所以因也知影，所以因慢慢啊凝聚即个力量，甲中国呛声讲。阮办这个啊，这个活动是阮的内政，啊，你要来干涉，啊，我来提这个出来，这跟咱有关系无？咱的驻美代表啊，伊甲这个伫。美国见面，啊，那是美国安排啦。拢咱那蔡明华副主席，我拢该接受过。啊，这就是我甲大家讲吼。啊，过来，啊，这张大家欣赏较久嘞吼。哎、啊，来看卖嘞。用这个什么人？日本首相嘛，好、哦。啊，边啊，这个什么人？中国总理嘛，吼、哦，温家宝。啊，这个什么？李明博。啊，那咱要讲这三个，因的高峰会，这地带。北京呢？日本遐好大，讲什么啊？讲钓鱼台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啦。什么固有的领土？什么叫做固有领土？不可分割的领土啦，叫做固有领土啦。啊，以前敢敢安尼讲？中国车，固有领土去又讲起，伊车唔知要讲啥好。伊讲安尼啦，甲台湾同款讲，是他们的核心怎么利益啦，而且变核心利益啦。台湾甲即马也是安尼，去美国，伊即马拢唔敢讲啊。迄阵啊，伫迄个叫做。前几年中国拢讲台湾就是他们的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，迄阵啊，朱镕基啊，足歹咧。好，讲台湾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即马研究出来，哇，煞消风去啦！安怎消防去？啊，都国际啊，咱秘书长研究出来结果啊，甲向世界宣布了后，中国认真咧研究啦，吼，咱讲啊，南京军区的啊司令啊，甲武汉大学一批学者。
研究起来结果啦，啊，甲咱秘书长拢共款，啊，所以因即马拢知影，唔敢讲，搁家己闹开家己啦。啊，希拉瑞那共款，啊，伫南海争端里面，我发表过，吼、哦，要解决南海的问题，依照国际法来处理。因那边出来讲，国际法是你们西方国家所定的，我们啊要依照啊感情啊以前的历史啦、啊、的观念啊来解决。希拉雷哥呛声讲：“你们都有多少实力，讲多少话，先丢去啦。”中国吓丢去了，好、哦、啊！这我啊，最近啊，咱过来看哈，哦，这五月啊二十啊，秘书长啊讲过啊，啊，咱我这是啥？这是咱家的《自由时报》啦，伊讲安怎？讲马啊，就职国旗变装，招批四不像，这要创什么？大家唔知知无？因即马咧，大家争啥？讲我啊要来做民政府啦，阮阿伯也是这支旗啊啦。啊无这是在创什么？啊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咱台湾人民，我讲刷刷，人因已经真清楚啊！我咧讲，因若要来做民政府，啊，因的旗啊，就是这款的。啊，大家感想安怎？大家想看卖咧？这个问题，大家想看卖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所以足清楚啦，吼，安尼咱足清楚。啊，过来，咱来看，我哪会要这提出来讲？啊，都准备要走路啊！尽量甲你安怎？会学的直直学，这唔是我讲的吼，这伫遮吼，这个自由时报日报讲咱潜在的迄个叫做负债啊，每年啊咱两条啦，所以就悲哀的出生出来都是。爱负责啊，所以这个流氓政府今早甲赶走一年啊，咱台湾人民的负担会减轻啦。大家较努力，好唔好啊？加油啦！好，讲到这哦，我实在。这啥？红十字会啦，咱的想法，咱迄阵啊，咧做小学生的时光，哎，你们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，大家都要去买这个红十字会的邮票啦，等于是大家唔知会记得无？哦，咱就出钱啊去买。我足好哩，阿公，咱看起来看到安尼足伤心，这是啥？大家要做好事，关乎红十字会得去救灾，伊唔甲你做啦，暗降啦，暗降啥？43亿，
讲看偌恶质。哎，这是大家善心提钱要去做好事，提遐去予暗杠起来。哎，这若加暗杠，啊，政府的贪污，迄就真正常啊嘛。咱安尼这个逻辑来甲想，别人的钱要做好事，你就会使安尼做。啊，那税收的钱，恁敢袂安尼处理吗？啊，这个逻辑想看卖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咱国家伫遮暗杠的情形，国家放大一下，互大家较清楚。吼、哦，这拢是啥物？足悲哀啦！吼、哦，咱这个单位，我所知啊，吼、哦，有一挂台湾社团啊，因即马咧称讲台湾红十字会啦，毋是讲流亡政府的红十字会。啊，当然会准袂准，咱毋知影啦。我看咱后摆即种。执政的时候，咱也爱去做这些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必须讲，咱捐出来的钱一定爱时效，爱做到位。啊，都捐出来，放到边啊，都在反射，都在放利息，啊，是咧炒股票，啊，是都在啊三啊三十亿。啊，有啦，啊，都账上挂掉了啦，啊，遐钱有人咧炒笑无？哎、欸，啊，搁两个咧起小股呢，这头拄啊，啊，这篇是，哎，拍摄哈，咱过来看，这是啥？总会有无？啊，这啊，这你看分会啊，总会讲这分会咧啊，我别讲啦，啊，且起小股啦，大家咧分袂平啦。哦，啊，这都真清楚的咧啊！哦，啊，过来最近的代志哈，最近咱要讲这啦吼、哦，咱这个要做啊，咱这个时间啊，以前那是咱参议院内底吼一个重量级啦，伊就是讲这个南海争端吼、哦，伊来讲啊，爱依照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啦，啊，咱。啊，咱要讲就是讲奥巴马哪安尼讲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奥巴马伊这个讲法那是爱用国际化来解决争端，啊，这拢是咱秘书长啊研究出来，南海是啊台湾的啦，啊，所以讲大家以后应该台湾人。是天佑台湾啦、啊，哦，啊，过来，这都要拜托啊啦，哦，拜托大家哈、哦，因为爱大家哦，较到位嘞，必须听讲较到位嘞，尽量去做宣传，哦，啊去做宣传就是安怎，第一个就是爱。来申请身份证，啊，搁叫一个较少年的、优秀的来参加咱的讲习会。啊，今日时间都啊较佳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啊，感谢。谢谢你，今日下课。